蕭慧儀，你媽邊個啊？蕭慧儀，你邊個咧？哇！出界你就嚟播波。蕭慧儀，你媽邊個啊？蕭慧儀。粉红色波，换人。一分钟未换人啊？冇人入波啊？望下队友先，望下边个队友，望下边个队友。紫色开波，第起手，第起手，朱慧仪，喂，追人啊，望人啦，朱慧仪，睇底，系啊，遮住攞波，心怡攞波。我幫你去，我哋波啊，二級。19號，八秒進攻。好多次
一定係唔會走出去。第二個問題，阿蕭慧怡，你 mark 嗰一隻啦，如果佢攞咗波，又可以走籃，又可以射波，其實你有冇 mark 過？冇啊！我咪講咗，面對住佢，佢遞手，咁有機會。好啦，如果我哋蕭慧怡一 mark。蕭慧怡甩咗，咁應該子峰同阿希欣會唔會幫手 mark 下噶？唔會啊嘛，你唔好衝出嚟，因為佢嘅打法係扭過我哋啊！我同你講佢前個，華欣啊嘛，華欣係咪扭先？咁我點會俾佢扭入去啫？我都話我俾佢射外圍都唔緊要，你聽唔聽到嘢先？你俾佢射外圍，我會搶翻籃板；你俾佢扭入去，佢就走籃板兩分。咁我應該再。衝出去抹佢，定係點？好，加油！加油啊，蕭慧怡，加油！加油！廿四號分啦！蕭慧怡，加油！邊個啊？蕭慧怡，廿四啊！你去揾啦！你做乜嘢啫？開波，來城開波！面對住佢對手啊！蕭慧怡，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小龍哥，隊長，你理得人哋啫？佢自己拍唔到。紫色波，方矮，進攻時間七秒。阿蕭又連人球兼顧，望埋我幫望埋其他人。徐德。紫色波，好嘢，繼續。八秒。上埋。比賽剩下三分鐘，
他隊友開啲，而家喺邊啊？粉紅色波，企籃底啊！心怡，企籃底。好波！加油！紫色24號兩犯。入球啊！對犯三次。紫色對白滿，啊又變啦，油啲啊，唔好咁大風頭啊！小心啊，呢個。比赛时间仲有分半钟，反手反手，我哋波。阿希恩啊，顶实佢，唔好俾入嚟啊！你唔好一路跟住佢褪啊！比赛时间仲有1分13秒。继续跟啦，一分钟。系好嘢，好嘢，我哋波，好波，好波。比赛时间56秒。停啲先。睇大家望下，等隊友落位先。
比賽時間就44.6秒。得啦得啦，需要中間。坐低啦，手出嚟，我請，準備啦。跟住隔離嗰個女請。40秒。希恩啊！唔好咁明顯，你揾隻手咁扼住人哋啫㗎。粉紅色12號兩塊。粉紅色對犯三次，比賽時間27.9秒。27.9秒。悠然幫波，悠然，定啲，定啲，唔使急，慢慢嚟。射點幫過人啦。20秒。仲有15.3秒。粉紅色對白門，15.3秒。遞高手啊，蕭慧儀，10秒，5秒。比賽時間就係1.9秒。一接到波就掉就去。謝啊！悠然，俾個波悠然。阿小海收掉曬。第一次。